为了党的团结，我们大家敬赵简一杯。各位，你们喝吧。部长，您不是说过那个选区是我来参选，怎么变成王振凯先生？这是党中央根据民调的结果所做的决策。我们认为王先生他的胜率比较高，所以您找我去谈政治现金，他开出来的条件就是取代我。什么政治现金呢？注意你的态度，你怎么跟教主这样讲话？那听党主席您说话的态度，您应该是王先生的教徒吧？我们天主教只有信仰，没有身份。李婷，党有党的考量啊，不过你放心啊，党不会亏待你。就是啊，党不会亏待你的啊，一切以大局为重，照点做，做啊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只想知道还有谁反对我。他们不要闹了。王先生他的信徒很多，而且其中有好几个都是我们极力争取的庄脚，干嘛要坚持？你不会有胜算的。你应该知道我为了这个选举我牺牲很多吧。你选择这条路本来就要投资自己啊，我有拿着刀子逼你吗？丽婷，政治本来就是权力跟资源的分配，而且这两样东西都是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，没有人可以一步登天的。我也是走了30年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好吗？好啦，你就委屈一下吧，下次，好吧，下次，坐下来吃饭。不用。丽婷，丽婷。